哎，真的哎，这个算出货还不算出货啊？这是怎样？这特尾巴勾住了。哇，不行哎，可是下面的又起不来。哎，起来了。哎，出一只，很好。我靠！我真的教他了。好吧，试试看能不能把那只找出来。好。这个是山猪吗？哎，它有一点点爪子，它都躺下去了耶！它躺下去还有机会吗？还右边？哎，来，猪猪，哎，好可爱的猪。好像右门比较好夹哎，这只猪。对啊，右门好像比较好夹。在正门再试一次就算了。哎呦，可以耶，正门也是可以出的。而且刚那个是拖爪了。哎，这个有机会。有了有了有了，再一只猪。把正门全清空，把肠胃全夹了。哎、欸嗯，算了，应该很难吧。我想想看哦，我想用扒的力道把它扒出来。这一次不行就算了，看来这衣服跟我无缘了。好，我跟我无缘，衣服不喜欢我。我包卡。刮刮卡是什么意思啊？他会送刮刮卡，这么神奇？哎，怎么我教你了？我怎么感觉这个好像不难？真的不难耶。这个蛮好教的。刮刮卡是什么意思啊？小火龙哦，小火龙长得好像有点怪耶。十块钱就有哦，这么佛、嗯。可它好像不是，里面怎么还混着皮卡丘？这感觉比较难。哎，后面可以撞哎，再撸它。它好像要头倒过来才比较好夹。哎，对，像这样子，来来来，雷一步来，来，哎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等一下，他越来越高嘞，逆推吗？他可以推吗？他可以拉吗？不行。
雷布，就问你敢不敢出来？我操菜，这是什么鬼啊？你还可以拿，耶、yeah, ，有了有了。好 ，OK， 雷布，我怎么感觉雷布比较大一点？之后这个就是火恐龙吗？我靠，好丢！看来这火恐龙比较难哦。哎，这火恐龙真的比较难，它好像只能捏超级薄。哎，不行嘞！我再先把它全部弄倒试试看。哎，不行不行，火恐龙真的比较难。放弃放弃，那月精灵呗，说不定我跟伊布都比较有缘。哎，真的，哎，这个算出货还不算出货、啊？这是怎样？这客尾巴勾住了。哎，他另外一只都快出了，然后这只还不出来，太扯了、哦。最后一次，我就只用三个了。哦，吓死我了，再丢回去。为什么没有那个啊？想问一下，它这个刮刮卡是什么东西啊？什么？它这个有刮刮卡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宝可梦刮刮卡可以集点、嗯。哦，可以集点。对，然后集点的话，它宝可梦娃娃上面有写说，多少点可以换衣服，多少點。哦，原来如此，了解。所以它这个是单纯就是有集点可以换，这只可以用点数换的意思吗？对，可以用点数。哦，好，谢谢。有咋去、啊？他没什么力气，他全包试试看。哎、欸，全包也没什么力气。有了有了，哎、欸，长洞口了，他直接滚出来是怎样？你怎么直接出来了？再试一次全包。再转动口一次，嗯，它为什么不会动呢？真是奇怪了。不行，它不会动。Coco， 它感觉不好夹哎，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？哎、欸，尿过来！来了，枪位，要补吗？补一下好了。哎、欸，不要了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这批注好可爱哦、喔。可是这个批注要怎么夹哈、啊？哎，等一下哦，那我想想哦，这只只要上来二楼的话，因为它爪力是有的，爪力有的情况下，我不知道哎，这只想出其实也还是有点悬，直接把它打到二楼去，躺下来了也。上来整搞，哎，差点要勾到标签出货，我就要保神一点，像这样子保神一点，越过去，
不行哎，这是 P 柱太远了，太滑了。嗯，我想一下，这只要怎么夹？它能从后面抓出来吗？哇，某种意义来说，它一定是不好不满。可是重点就是它不会动。对啊，这个这张补了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打。我是想夹这一只啊，可那一只倒了，那不好说。这只看能不能挑那一只，然后滚出来。太难了啦，这是什么鬼？上去，太重了。再几次不行就算了。悬啊，这个真的悬啊！不行啊，它很难动，而且它没有东西可以补位，完全不知道怎么夹。这只好像快饱夹了，刚刚看好像都已经蛮多了。对啊，它其实。到这只可以突破的方法，屁股，试试看屁股吧。这只再过来一点，可是它过来没用，它是球池。过不来啊。还不能捏，吃真的是没什么。想要捏别的东西上楼吗？这只300多，好夹。这只有点难啊。这只我觉得做得不错哎。三眼怪，多眼怪，这叫什么啊？他应该要先拖到那个斜坡里面，应该就会。只要能过来，只要能过，对。对，有点难，我光是想要到那个坎里面就有点难。哥他也快饱了，这边真的是很容易看到快饱夹哎。哇，怎么会这样子？他光是想越过那个坎都有问题。对啊，那一只有点难动。夹不到，不行，右边完全
一直被那只点到，哎，那一只是发生什么事了？它是快宝夹啦。对啊，它丢回去。完了，它是快宝。哎，是390。哎，那一只，我觉得那一只被疯狂让我点到。我真的觉得这次要走，这次超级靠北的。嗯，完全没有想法哎，先把这只用开。我觉得这只在闹我，基本上也不会太会动啊，就只是那个的想法拉过来都有问题，而且又被那只顶到，完了完了。他真的过不来，想捏超薄又会顶到，啊，真的无限循环，不会过来。拖，哎，过来了，这个有机会。哎，刚好保夹，笑死，那抓后面。刚好保夹。我操，差一点抓到他。怎么连保夹夹不到？干干。有了有了，终于抓起来了！我擦，我靠！我真的夹到他了。好吧，试试看能不能把那只找出来。他好不容易到那个前面了，还在，再试一次，再试一次就好了。啊，没有拖，这个大眼仔啊，不行，他可以夹两只，看能不能夹一只出来。哎，可恶，没有拖出来。哎嘿，啊，难道刚刚那个是赛道的吗？啊，这只有了，这只有了，这只补位了，应该，这只补位了，三个都下来了，回不去了吧？好，他回去了。哎，他全躺哎，我想一下啊，他下面可以捞得出来吗？有点难。不行，上面躺住的好像就没救了。我就看你可以躺几只。这只应该会滚到前面来吧？并没有。他是唯一的二楼，可恶，他要爪具，但我很想要去抓那个标签哎。哇，不行哎，可是下面的又起不来，
哎，起来了。哎，出一只，很好。嗯，好了。火恐龙再一次。是啥？撞他！撞他！哎，那怎么？撞他！哎，好可惜哦，那一只。但那一只我觉得会出哎。哎，绝对防御。不跟你讲。又来，第二次喽。四不过三啊，试试看。四不过，对，四不过三。哎呀，你第三次了。哇，上去了，这要怎么打？顿甩捏他头吗？哎，哇，超帅，全躺了，跟那个一步一模一样。哇，好赞！这个加五个换也太难了吧！假如我换一个公仔，可是也太难了吧？不行啊，好难哦！这可以抽奖吗？借我看一下。好。我可以翻一下。OK， 可以，没问题。好。摸彩券。好。前面们好，谢谢。火恐龙，那这个谢谢。好。哦，就是。不好意思啊。好。好，谢谢。今天会有六张刮刮卡哦。好。这边六张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这是什么呢？第一张是什么呢？哎，两点哎，这个两点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应该不可能是熊孩性币的点数吧？哦，四点嘞，哼，哇，六点，哇，一点，哼，这样子七点，啊，又一点，那八点，这是一点，像九点。又是一点，哇！后面四张都一点，这样总共十点，不知道这可以干嘛？问问看。哎，它这个点数是？这点数的话可以几点？然后几点的话可以换宝可梦？哦，好，那这个全台都可以用吗？嗯。哦，好，没问题，谢谢。
본 그립돌 그립돌간에 꿈이 안 묻어 무아이돌 하우스 카우치 포테토 사메네코